就像是大自然，有情也有阴呐、啊。风霜雨雪，电闪雷鸣，本是内的寻常事儿啊。风雨过后，是蓝天和白。小海子，金花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你看看你把她逼的，命都快没了。金花她是个好女孩，主要是我俩太不合适了，我也不配。知道就好。哎，吴海洋，你知道你不配，你张罗个人结婚，你这不玩人家呢吗？我没有，那是我爹。没想到金花她会有这么严重的病，可能是我这态度也太强硬了，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海洋，我告诉你，金花这次如果有事儿，我恨你一辈子。哎呀，配上了，配上了，金花的血型配上了，真的啊？是大辉哥吧？哎呀，不是。是金月和金华的血型一样一样的。金月咋能是金月呢？哎呀，碰巧呗。你问那么多干啥呀？赶紧跟二牛回家取钱，你婶子的住院押金不够了，咱先给他垫上啊。快去快去快去，走，快去快去。咋能是金月呢？大夫，钱我们都交过了，还交啊？这种手术光手术费就得需要5万多，加上手术后的其他费用怎么的也得6万多，
你就先按6万准备吧。那个收购站的山楂我也都卖了，吴大叔还给咱们垫了1万块钱押金。老大，那我说啥好？说我们家的事儿都得你帮忙，开小卖店就那点钱挺不容易的，还得帮我垫钱，谢谢你。哎呀，你跟我还客气啥呀？直接把小花的病治好了，那比啥都强。你再说钱算啥呀？钱没了咱再赚吗？咱两家好几口子人，还怕挣不来田磊的手术费吗？没钱呢我这有啊，只要重新把买卖支起来啥都好说啊。那啥，谢谢吴大叔。不客气不客气。大贵呀，快把那个住院手续费先交了去啊。行了，你也别上火了啊，既然都这样了是不是啊？手术非常成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金花的病真得需要好几万吗？啊，不是，那老金家哪来那么多钱呢？攒的呗，这段时间呢，人家没少挣。这才多长时间呢？那还能攒好几万？人家家长能告诉你啊？谁家没一点余钱啊？那老金婆子整天苦穷，整的可怜巴巴的，好像咱们满葫芦屯啊都得接济他似的。哎呀，人家也没用谁接济啊，买卖啊全凭人自个儿干的。那宝乐媳妇儿啊，是个要强的人。不是我说，她在你眼里咋就那么高大呢？啊，这形象光辉的，那脑瓜顶上都快冒金星了。你看看你啊，说着说着又来了，说这可咋整？哎，我说，你这两天忙忙叨叨的，都忙活啥呢？哎呀妈呀，我能忙啥？我又不是那要强的人。我能忙啥？那我看院里怎么插着两串糖葫芦呢？啊，那什么，那是田磊给我的。他无缘无故的给你糖葫芦干啥呀？你看，显摆呗，那还能有啥呀？我告诉你啊，想吃自个儿买，别老白吃人家的。实在不行你就自个儿蘸，是不是啊？反正也是自个儿吃，这好了赖了的，吃那么个味儿就行了呗。啊，你别说，我呀还真想自个儿蘸。我这不抓紧练着呢吗？啥？你想自己站？咋的？瞧不起我？没有没有，行啊。哎呀，你要是能站出老金家那个糖葫芦啊，我都变成山楂让你穿着吃。这想一出是一出的，这可咋整啊？
不是，哎，你别趴着门不看人，把人看扁了。我现在就练给你看，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站住茶壶来。喝点水吧，舒服点没？妈，我哥他们呢？你哥他们回去了。你姐给你输血了，我让她回去休息了。她给我输血？嗯呢。你们俩的血型正好配，所以就给你输了。花儿啊，这次多亏了你姐了，要不然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听妈一句话吧，你跟小孩子的事儿就算了吧，啊，咱总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啊，你这样下去，我觉得你也不能好，你说呢？妈知道你放不下，也知道你舍不得，可是没办法。就跟当年我跟你爹似的，结婚之前你爹心里有别人，他是拧不过家里头才跟妈结婚的，结婚以后他还想着那个女人，直到那个女人死他才回来。所以，妈这辈子都不知道啥叫幸福。妈不希望你跟妈一样，想问别人。妈，我以后再也不提吴海洋了。我也不提了，大闺女不哭啊。大闺女将来肯定能好，有一可好可帅的小伙子娶我们，好不好？嗯。月儿，好好休息啊。花儿救回来了，这两天啊想吃点啥跟哥说，哥给你买去。没事儿，我没那么娇气。那哥走了啊。哥，我想问你个事儿。啊。我真是爹捡回来的吗？啊，我是爹捡回来的吗？你问这干啥呀？你说小花那么少有的血型，我的咋就能跟她的配上呢？你不觉着奇怪吗？这是挺奇怪的啊，但可能就跟那个吴大叔说的这样吧，撞上了，巧合。你呀啥也别想了啊，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然后等休息好了之后跟哥跟娘咱一起买糖葫芦去。那哪行呢，我睡会儿，糖葫芦还没站呢，我一会儿就去站。哎呀，月儿啊，先别站糖葫芦了，那个咱家这存货呀也不太多了，明天我去收一点。那门市呢？停一天，先停一天。哥，咱家现在还有钱吗？收货的钱有。不许骗我呀。傻妹妹，我啥时候骗过你啊？还有点。
我跟静华真的不合适，这是我一辈子终身大事儿，我想自己做主。我根本就不喜欢静华。你这是说的混账话，人静华为了等你呀，差点连条命都搭上，你咋能丧良心呢？你知道老金家现在什么情况吗？啊，他们连收获的本钱都没了。这我都知道，可这是两回事儿啊。我不管一回事两回事儿，你反正别人看笑话咱不能看。你要那么的，那老金家在这个屯子咋抬头啊？你婶还咋活呀？哎呀，儿子，爹知道你不喜欢金花，可金花喜欢你呀。他等你等了这么多年，那从来都没有过二心呢。你说你像这样的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你就知足吧你。感情，那感情不是靠日子过出来的吗？那时间长了不就有了感情了吗？行了，啥也别说了，等金花出院呢，你们的亲事还得继续定。857。这点药就800多块钱呀？这些都是营养心剂的药，有几种呢还都是进口的。那啥，我们不吃进口的，就吃中国的就行。就这一种？那个啥，要不然少开几种吧，他都快好了。不吃能行的话，大夫能给你开吗？哎，大妹子，给孩子看病可不能舍不得花钱呢。再说了，那大夫开的肯定都是有用的呗。那哎，给孩子看病可不能心疼钱。舍得。不心疼。来了，没事儿。又开药了？哎，没事儿。这是剩下最后的钱。晚上，吴大叔打电话，一早就去取钱了，我来送。吴大叔家挣俩钱儿挺不容易的。你说咱家有啥事儿就多帮忙，妈都不好意思了。没事儿。妈呀，都怪我，我没能耐，你儿子啥能耐都没有。你说，本来有个村里有个。哎呀，行了，瞎说啥呀？没事儿啊，都会过去的，钱咱慢慢赚。哎呦，这事儿妥准了，妥妥的。我跟你说，这事儿妥妥。这位老金家哈，可是损失惨重啊！不说折了腰吧，也绊了他两条腿呀、啊。以前挣的钱那是白挣的，全打水漂了。该，我跟你说啊，那小金越是坑完老江家，坑老吴家，这回差点造出人命来。我跟你说，把这三家搅的是鸡飞狗跳。要我看，他天生就是个坑人的扫帚星。哎呀，是不是？我说呀、啊，这老金家这回算是灭火了。那没有钱还咋做买卖呀？没有钱怨谁呀？还不怨那老金婆养活好姑娘呢？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就不可能见面。花大妈呀，花大妈，这个呀，
是我刚从银行取出的10000块钱，你先拿着啊，不够我再说。不不不不，我们真的不能要了，那住院的押金都是你给交的，你拿回去吧啊。哎呀，让你拿你就拿着呗，这是跟我客气啥呀。哎呀，快快快，你先拿着。哎，真的不能再要了。那行，老大，等我手头宽裕了，我马上还你。哎呀，你还啥还呢，就当给我儿媳妇了，等花出院了，咱两家的亲事还得接着定啊。那事儿就再说吧，谢谢你，老大。永川，二牛。哎呀，金月，你咋来了呢？金花咋样了？哦，她没大事儿，手术挺成功的，过几天就能出院。金月，你这脸色咋这么不好呢？你刚给人花输那么多血，你回家歇着去吧，啊？我没事儿。真的，金月，你就赶紧回家歇着去吧，这会儿有我俩呢。我真没事儿。哎，今儿没人来送山楂吗？一份都没有。我觉得咱是不是把周围的山楂都给收遍了，扩大规模吧？拉倒吧，咱这点钱支撑个门面都费劲呢，扩大啥规模呀？拉倒，想都别想。钱咱可以凑，货一天都不能缺。钱，山楂，上哪儿弄去啊？月儿，妈，你来了。咋一份货都没收上来呀？一份都没有。婶儿啊，我觉得咱是把周围的都收遍了，收不上来了。要不咱还是扩大范围吧？咋扩大呀？那就还得印宣传单。要不我走远点，继续宣传往上收呗。那明天门市就没货卖了，这一天租金和费用耽搁一天就得损失不少钱呢。那我现在就去吧。那不行，这都几点了，你回来得啥时候呀？不行，太危险，走山路。是啊，婶子，咋的也得耽搁一天。金花，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金花，对不起啊。对不起。不用，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是我自不量力，自作多情了。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高攀你，全都是我的错。我总给你惹麻烦，给你丢面子，这些错全都是我的错。金花，你别这么说。我就是觉得咱俩……你不用觉得了，吴海洋，我不会再高攀你的。你放心，我金花就算这辈子嫁不出去了，我也不会嫁给你。金花，我今天正式的告诉你，我不和你订婚了。吴海洋，我讨厌你，我恨你，先不要见到你，你出去，出去。
这样，你歇会儿，这衣服我给小花送过去啊。家里一粒山楂都没有了，我哪有闲心思休息呀？妈呀！本来想着这钱呢，要照这么挣下去呢，天磊的腿呢还有希望，小花一手术，钱全花光了，还得跟你吴大叔借钱。真的妈都不知道咋办呢。妈，咱家社科站啊，是一个山楂都没有，但是咱家的门市从明天开始必须营业，不能再歇了，知道吗？妈，我跟你说，咱这个门市啊，如果再这么关门下去，不是钱的事儿，是咱家这个买卖的生意和名誉的事儿。啊，妈，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到周边屯子去，我收收山楂，啊，哪怕只有一颗山楂，我也把它带回来，啊，我也跟你一块去吧，你就休息着吧。哎呀，我没事儿，我吃着药呢，啊，没事，你去给小花送衣服去。嗯。妈。哥，啊，月儿，你咋来了？哎呀，你咋没在家休息会儿呢？妈，咱家货是不是没了？咱家门市是不是开不下去了？谁说的呀？就是，那啥，有的是货。哎，儿子，你不是刚才说那个谁家老师，那个谁向阳屯那个老向家给咱留货了？嗯呐，好几袋子呢，是吧？那咱取去吧。妈，要不天磊的腿别治了，我伺候他一辈子。说啥呢？你想治就治，你想不治就不治啊！这家你说了算啊！我告诉你，这家我说了算。妈，那个人家等咱们呢。我告诉你，不许胡思乱想啊！走吧。金金算彻底灭火了，山楂他也收不着了，这就老天爷都帮助咱们。婶儿啊，等咱站好了，就上县里开一个门市，就开在对面，跟着对着干。这哪那么好站呢？你就说咱这糖还没熬好呢。哎，别着急，我跟你说，今天我喝出去了，我多熬几锅，一直熬到能用为止。那啥，富贵啊！啊，来，干啥？你去哪？买五斤白糖。还买啊？不，买十斤吧，直接买十斤。不是，到底几斤呢？一会儿把吴老大家的白糖都给祸害没了。哎呀，十斤，去吧，别磨叽了，快去。行。早点回来。我知道。这回舍得了。吴大叔，呀，月儿啊，咋的？家里没白糖了？那收购站那边不忙啊？你妈呢？
吴大叔，就您上次跟我介绍那种植厂的王厂长，他找人没？不是，月，你咋突然问你这个事儿来了？我想通了，那人除了岁数大点儿，没啥不好。您去帮我问问他，看他找人没。不是，那你说永川那边，你说您别提他了。哎呀，可也是，这永川他妈呀，就够你喝一壶的了。你说哪像那个王老板，利利索索的就那么一个人，你说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哼，挺有钱的。您去帮我问问他，看他还乐意不？哎呀，那他当然乐意了。我跟你说，上回啊见你一面，那印象老好了。再说这个王老板呐，那种植业发展的可大了。你说就那么有能的一个人，那一点架都没有，绝对是个好人。哎呀，哎呀，就是岁数大点儿，嗨，可也不算大，今年才50。永川，姐，你这干啥去？我去收点山楂子，你们吃饭别等我了啊！哎，你自己能行吗？叫上哪二牛，或者让海洋陪你去。哟，永川啊，你就别去了，咱家地窖里啊还有一袋子山楂，你拿出来给老金家送去吧。咱家地窖还有山楂呢吧？啊，咱家还剩一袋子呢，啊。姐帮你吧。可以吃呀。哎呀，我都不吃孙子。江大婶啊，江大婶，咋的了？哎呀，江大婶，你买白糖呀？你这喊啥呀？啥事儿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金月要去找那个大老板去了。刚才呀，他去找吴老大，让吴老大在中间穿线说媒呢。不是，那丫头不是不愿意吗？现在又愿意了，肯定是看人家钱了呗。那咋可能呢？哎呀，那有啥不可能的？我跟你说，你还以为那金月咋回事呢？那肯定看人有钱了就同意了呗。我跟你说婶，这也是好事。这要金月一嫁出去，咱们全村的小伙也都消停了。你家永川也就死了那份心了，准了。对，这回啊，让他彻底给我死心。啊？干啥呢婶？啊，我回家吃会儿饭，一会儿啊，把我家剩下的山楂我都拿过来。不是，咱啥时候做饭呢？我挑完这点的。没事。永川，永川，哎呀，永川，妈啊，永川出去了，你找他干啥呀？出去干啥去了？他就说他出去一趟。啊，那什么，我让永川啊把咱家那剩的那袋子山楂给老金家送去了。你说他家现在挺难的。咱不能眼瞅着不管吧？不是谁让你送去的啊？我说我在地窖里找半天找不着，让你给抵挡出去了。不就一袋子山楂吗？咱家留着有啥用啊？你咋知没用呢？咱家东西你不跟我商量就送给人家？你个老败家的，去，你给我要回来去。那给出这东西咋往回要啊？哎，妈，哎，你说这可咋整？爸，你快拦着他点啊！我能管了他吗？哦，哎，回来了。你看我收的货多吧？哎呀妈呀，咋这么多山楂呢？哪收的？哎呀，就周边这几个屯子，他们都不知道咱家这收购站。我做了遍宣传之后啊，他们就说过两天把货全得给咱送来。哎呀妈呀，太好，太能干了，儿子。那行，您洗洗，一会儿我穿。行行行，好的。哎，婶子，哎，送山楂来了。哎呀，川儿，哎呀妈呀。
不是你家不也得留着用吗？婶儿，我给松山楂来了。哎呀，不用，刚才你哥从外村收上来一袋子了，够用了。明天用完还有后天呢，这玩意儿存的越多越好。是，在我家放着根本没用，就我妈弄的糖葫芦没个吃。哎，我说谁让你把咱家山楂拿到这儿来卖的啊？给我扛回去。扛过来了，扛不回去。张三胖，不是你说你这人这样，你咋生了这么好一儿子呢？啊？可你有事儿吗？哎，你要觉得这山楂给我心里不得劲儿，那你报个价啊！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你干啥难为孩子呀？啊？硬，现在说话挺硬是，咋的？财大气粗了？退呀！你们家现在什么都不用干了，就坐在那炕上就可以等着天上掉馅饼了。你闺女不是要嫁给那大老板了吗？谁闺女要嫁给大老板了？你少胡说八道啊！我胡说八道啥呀？你自个儿家要攀高枝了，哎呀，还有啥不好意思说的？谁家攀高枝了？你胡扯啥呀你啊！妈，你听谁说的呀？这是？你个臭小子啊！梦还没醒啊？人家要嫁给大老板，能看上你？蝙蝠身上插鸡毛，你不知道自己啥鸟啊？到底咋回事？你说清楚！你少胡说八扯的你！我跟你没啥好说的，你去亲自问问你闺女就知道了。回家去。走，我走。小算盘，不是，事儿别管，我去问。妈，爸，妈，你听谁说的呀？天磊，来，擦擦身子。嫂子，我身上不埋汰，别擦了。那也得擦呀。这些日子我一直忙，也没太顾得上你。哦，顺道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了啊。嫂子。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亲弟弟，可是你毕竟是我嫂子，我们这样过下去太难了。你还是找个人家嫁了吧。天磊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嫂子就跟你说说我心里的想法。我想今年嫁人。嫁谁呀？就吴大叔说那种植厂的王厂长。吴大叔说那人还没有找人。天磊，你讲话了，咱们毕竟不是亲姐弟，这么过下去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而且我也不想让妈再这么跟着我吃苦受累。可他是个老头啊。那人除了岁数大点儿，哪方面条件都挺好的。我也没啥要求，只要他愿意接纳你，我就愿意嫁他。永川。金月，你是要嫁给那个大老板吗？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呗。这跟你有啥关系？是跟我没啥关系，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无论我怎么做，我都打动不了你的心，是不是？那我算什么呀？我江永川在你面前到底算个啥？永川，我说了，你是你，我是我，我的事儿你别管。这事儿我就这么决定了，不会改变。那我明白了，这么多年了，我就是一只猴子。围着你转，我让你耍着玩，我在村子里我出尽了丑啊！大哥，我就是你面前一只小丑。既然你决定了，我就不会阻碍你幸福。你放心，从今以后我肯定不会再缠着你。金月，祝你幸福。江大哥，江大哥。
那老头我不同意。咋的？别发愣了，吃饭吧。哎，我就奇怪了，这小蒜瓣消息咋这么灵通呢？他咋知道小月跟王厂长的事儿啊？妈呀，你想啊，那美玉他妈怎么可能就是愿意这么轻易的就让永川把这个小月娶了呀？那他肯定不愿意嘛。他提出王厂长的目的，就是让永川恨小月，让他俩掰。我估计啊，这主意就是王富贵、李雪兰两口子出的。这两口子真是闲出屁来了，一天到晚的变着法儿的折腾咱家。吴大叔，哎，呀，没吃呢，吃啥吃啊？气都气饱了，就跟谁生气了？